TV 一号台裁判员傅一冉，记录裁判员宋月月、蔡晨元，运动员英国选手克里斯梅林、崔健。现在比赛开始。崔健你好，还鼓励吗？请双方选手中途开始成绩拳，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克里斯梅林获得开球权的球。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河北石家庄站的 TV 台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呢是由画面左边来自于英国的克里斯梅林对阵画面右边国内球员崔健，依旧还是第一阶段的双败淘汰，限时80分钟抢七。比赛开始，第一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好，首先来看第一局，克里斯梅林，选球没问题啊，上方花色跟单色都非常好选。来看上手，上手的话右上有14，左边呢有单色，打花色就是黑八的带口一个问题啊，也就是看看后面这个黑八两边的底带。好，交到这儿的话，那么来看左上15还有。右上方继续14，要换球，我们推中带，14还有。再来，继续啊！打9就是推弹起来，继续中带的11。好，选11，留角度，继续啊！右塞低杆，边库向下，中带叫12叫直。轻了。来看看这个6、7之间，角度有点大。蹭了一下，看左边，没有，再看右边。这边打得非常薄啊，
延时。太薄了，中袋直接二号球，然后看白球啊，右边呢可以拿四去调这个七左下角，一打一勾，红三出来啊，这位置基本上解开了。下方可以再打七，然后中袋这边有四，上去之后拿红三挑五下来，六号准进就可以了。黑八带口，十秒，延时。哎，头一局啊，可能有点手紧啊，所以说一上来这个七呢也是没去打。那中袋再调。没有登上来啊，中袋不直。看想法，轻推啊，这个五可能角度还会大一点，登顶库下来呢会叫的稍微直一点。轻，太轻了。直接上方，左塞低杆下来，没有强球，但是这个角度就有点不太合适了。看看向左边有多少啊？这球直。这球呢只能说尽量的往下去蹬一点点，然后后面调一个七的中袋或者是翻中袋，不然现在拼直接拼七啊，这跟黑八一样的。十秒，五四，第一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一比零。
第二局，崔健开球。要看过线。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仅仅两球。Re-break， 重新开球。第二局，克里斯·梅林开球。梅林选择了自己来开。中带有球扎进啊！看这位置，首先左边花色是很好打的啊，中带有。双方再看看单色的底带。没有问题，好，再来加杆冲低杆弹库六右上，然后下边的两中带二一，再往下来看啊，这里边右下角的五号跟七左中是可以过渡的，清了，变成一个中带，这边再来调。左上再推，推弹起来，中带黄衣向下。还有角度啊，这个位置，看看白球，可以走个七八缝隙，低杆。再来，右边薄可以拿左边再去调。继续啊，白球可以走两库，推下之后呢，中带黑八。第二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2-0，开出清台。
第三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开球失机 ，illegal break。同样出现了开球失机。继续击打，选球，右上方、右中都有。再来啊，打右下的话，看这个六直的话，低杆缩过一点点，左边七，然后再看四这边，四现在推下来呢，这个七也可以打右下。十秒，延时。白球走的有点过啊，下方顶了一下，变成一个七的大角度，这球向上的话用低杆，杆法低点，可以调一三的中带。这个位置还是没有调好，下方打溜再来，左边可以走两库啊，从这个十一跟十四的缝隙上去，高杆稍稍带一点点右塞，不要太多。还是轻，那么上方选一颗号有把握的话可以打，打进之后自然弹起。看这方向，角度大不好避开，可以稍稍轻 K 一下黑把，带一点点低杆。下方再准一杆，第三局崔健胜，比分1-2。第四局崔健开球。
中代呢被撞了一下，没有扎进。白球在上方袋口附近，左中有花色。看下方想法，传，右边可以绕两步出来。这球呢没有走好，左边看不到，上方十四也被挡。推了一杆，先看一下这边啊，中带有，有些后斯诺，上方看一下二号，挡了个袋口。那么这个位置的话，梅林呢可以去下低杆，用十一传九，白球呢去带一下边库的十三。刚好是可以一传一 K 的，但是感觉有在考虑去做一杆防守。看这点，单从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右边的中带。推防了一杆，翻了一杆，把这个袋口球给破坏掉。
还是挡带口。这个位置不安全啊，上方十一可以借力，尤其现在左上呢可以打十四。好的，接近啊，不过这个位置感觉看不到了，左边要再扫的话还可以扫一杆九。左边再来，好，再来啊，边库，好，中带有。第四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3-1。第五局，克里斯梅林开球。中段也是没有扎进。花色上手非常好选，左上方。10秒，5、4，选了右下角，提杆回来。到这儿的话，看看这杆想法，打14，在中低杆右塞呢，右边可以 K 十。没带到，下方底带还有，
后面呢右上方的时候呢可以用中带的十三啊再去来去调。十秒，延迟。稍显犹豫啊，这球，还是没有想特别的清楚。不打了，直接防守。看到梅林这个边库球非常多，三七四，看五号，带了一下没有 K 开，那这个位置红三要拼翻吗？留再来，哎，再观察这个右边边库这颗啊，向上去传球，先把黄衣打进。这个要看白球的位置，再等机会。再推仰一杆，漏了一个四，但是白球呢离库边非常近，也不好用杆法。延迟，这球呢还是因为白球的位置
不好用杆法，左边就不好 K 红三啊，所以看看切大球。西库轻 K。上方要轻轻的去防一杆吗？啊，打红三呢可以做一杆防守。要打七，好，三号下方一杆准度，花色的缝隙之间，二号右下角。关键球啊，推下来，哎，大力的灌了一杆啊，这球很难。十秒，没有延迟。五、四、三。看一眼黑八，右下没有可以打左中。十秒，好，看这方向，角度向左边比较大，继续中高杆边库过来。现在这个位置呢，这九还是向上的啊，看看底带，底带如果没有就需要从上方绕库下来啊，杆法稍低点，从左上角呢绕两库下来，奔着右下方叫。从这方向来看，这球还差不多。十秒。五、四、三。他
太薄了。这个位置的白球呢，二也很难打。推防了一杆，十秒，五，两库解球，中带漏机会了。非常稳啊，推防了一杆，再解球。十秒，好，再来啊，继续的两库解球，犯规，自由球。由上再来啊，推弹过来中带，第五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4-1。第六局崔健开球，没有扎进。上手的话，花色是非常好选的，这里边酒会有些麻烦。
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酒的问题。白球再走，十一。想 K 九的话，这个位置呢，左塞低杆啊，杆法稍低一点。这球 K 的黄一呢，也是有效果的。啊，还是差了一些。那么来看一下十四，打进之后呢，用十五这边还可以再逮。比赛时间已过半。看这杆啊 ，K 球，没问题啊，中带再来。走的太多了，扎杆，没有碰库啊，犯规。这个球，上方 K 了一杆啊，左边没有问题，那两边地带下来之后呢，中带七三，看到这个梅林这只跳杆啊，非常的有特点，区别于平时大家常见的一些。好，再来，看想法，左边中带，右下有四。继续啊，好四，看白球，左边走两库的话，中低杆，再来推弹起，中带往上再一推。
第六局崔健手，比分2-4。第七局克里斯梅林开球。开球中袋还是没炸进。先防一杆，并没有选球。10秒，延时。先来看一下选颜色。中袋的花球也是没有打进。在推进，稍顶了一下，再看七怎么样。推防也并没有贴到二号，但是现在花色呢也不太好去处理。上方首先就是14要拼准度，10秒 ，no time for it， 但是 ，no times for it， 但是，五，好，来看一下11，翻过来，挡了袋口，进球，那进了之后的话，右边刚好可以去包13 K15 了。
球，走两库做一个斯诺克。接到，并且呢也没有漏比较好的机会给对方。十秒，五四，强行的薄了一杆，这位置还是不行。来看单色，六左边可以破坏，二这边呢可以做斯诺克。破坏了一杆，那这位置上方目前失误应该是看不到的。中带球，黄衣可以打。消防再来推两库，底带还能推啊，七，然后左边中带有，再来啊，五号，这力量又有点轻，中带继续啊，下低杆，再来，看这位置想法，
登坛底裤还是直接打进教中带？七局崔健手，比分3-4。谢谢。第八局崔健开球，这杆子有球炸进。选球阶段失误，没有打进。再推下。中带还有，这位置呢，下低杆可以直接从左边横上去，可以先考虑调一下黄衣，没问题。这样的话继续，黄衣。换球。那么黄衣打进之后呢，五叶可以调左中，这样的话右边中单二再下来。第八局，克里斯梅林手，比分5-3。Thank you。
第九局，克里斯梅林开球。还是没有炸进。看一下选球啊，双手要打二的话，非常薄的一颗球。十秒，再看看右下。五、四、延时。上方这个黄衣需要一杆准度，交六的话，直接中低杆往回缩一点点就可以了。问题好，再来啊，右塞低杆边库向下啊，我中在这边来看一下七。往下走有点多啊，这边角度有点大。非常准，继续。下方再来看四，轻打，中杆这位置角度有点大，高杆从上方下来，主要就是让过这个十。
踢球局崔建省，比分4-5，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内到判负一局。下面结束，比赛继续，第10局崔建开球。白球非常悬，那这个位置的白球单色应该是可以传一杆的啊。来看这个4跟2之间啊，那花色是不好选的，这一杆球来看一下想法。这6的中袋呢好像也不太好打，那么上方找机会也可以用6去传4。接力吗？10秒，延时。这个位置打红3，倒是可以用5去做一个防守。好，左下方还是选择了黄1。这盘球不好打，还是有难度的。好，来看白球的位置。还不错，7有下的话，这个位置呢带点低杆，左边可以 K6。没问题。现在就是3-5的问题了。10秒，下方再来。中袋这边的传一杆，稍稍的带一点点低杆啊，这个5传完自然向上。继续，左上角。看黑八这个角度啊，位置右下是没问题的。看白球，底带没有的话要保中了。
第十局，克里斯梅林胜，比分6-4。第十一局，克里斯梅林开球。中袋依旧没有炸进。选球阶段没有打进。再来看花色，右中。延时，还在去考虑这问题啊。右中，不打，那左边上方六。选了单色，但是白球没下来。那么左下方这位置。看想法，红三。10秒。有运气球，中袋没进，底袋进。下方再包。太厚了，
下方九号。看这位置，左上方拼准度，中带叫的直点，右下方拿中带调11。白球往上走的有点多啊，这个位置会变得角度有点大。再来，推弹起左中，10秒，延迟。好，看这个中带啊。再看黑八，中带有啊，左边钻缝隙蹬过来，中高杆28之间过来。啊，双方互相给对手来了一个运气球。还要拼准度啊，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剩5分钟， 5 minutes left。 没问题。第11局崔健胜，比分5-6。第12局崔健开球。先来看上手，选颜色，
单侧，好，直接四，右边中带推下。看一下想法，推下四之后呢，左边五其实这位置你留下来啊，或者是打进向上啊，也是没问题的。好，看这个角度，最难一颗就是七了啊，这个位置。十秒，延迟。红三，好，右边来看黄一，可以调六。六呢？六一个向左角度，六叫七。Chris， 中的赌一局。这杆呢，白球也没走好。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剩一分钟 ，One minute left。直接低杆，横台就位。上网来看七。拼翻还是防守？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剩十秒。五、四、三、二、一、零，比赛时间到，本场比赛结束，克里斯梅林胜，比分6-5 ，Congratulations。好，首先我们恭喜来自于英国的克里斯梅林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这样的话，崔健需要继续的败部突围。下场比赛呢，将在14点整开始，我们稍后见。